家好，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。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北九州的门司港。那在我身后看到没有，这个叫做关门桥。从关门桥过去的那边就是本州的山口县下关市的。然后呢，在对面呢有一个叫做春帆楼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清朝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哦。那马关条约科普一下啦，就是呢把台湾割让出去的一个条约哦。然后北九州的门司港的这边是一个国际港，然后左前方这个就是它的港口的关税局，所以看过去呢，整个就是一个国际港，一个港口，然后蛮多一些洋式的建筑。然后等一下下去会带大家参观一下哦。现在这个展望台拍一下整个地理位置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一次呢，主要是来九州这边出差啦，那刚好找一下我的朋友北九州阿金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九州阿金，是我这几天的地陪。欢迎 Jerry 来我们北九州。对，然后呢，他说他的台语就认得哎，那考验他一下，来自我介绍一下，还是介绍一下北九州用台语啊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妈啦，我住伫福冈的北九州。那你是来台语安尼讲会当？好啦，欢迎大家来铁佗啦，来北九州找阿金妈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他会用台语，整团用台语哦。没有啦，是我开玩笑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对。那我们进去就关税厅参观一下，入馆无料。这里是旧的关税厅，对，我很推荐大家进来看看，它参观是不用钱的。然后一进来之后，它整个将近飘高三层，然后当时的建筑的砖瓦都还保存住，大家可以到楼上，从楼上看下来，非常的漂亮。对，我进来觉得还蛮漂亮的，可以拍完美照。我的影片怎么可能没有美食呢？阿金姐介绍，这边有一家北九州最有名的水果店哦。然后现在呢，他有做一些水果的圣代哦，满满的水果。然后呢，据说非常受到当地年轻人的欢迎哦。我们等一下马上点一个水果圣代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圣代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福冈产草莓啊，1000日币啊，满满的，哇，口水流出来了。这有那个糖糖什么？糖饼吗？糖饼对，嗯，蛮甜的，嗯，好吃哎，新鲜新鲜，糖饼，嗯，好棒哦。而且我坐在这边，我觉得就是九州天气蛮好的，我就想睡觉。看着我们口水都流出来了。然后这边风景真的非常棒，可以看到整个港口啊，然后看到蛮多日本的这些年轻人在这边嬉戏玩耍，蛮悠闲的一个地方，吃冰的好地方，吃冰好地方。对对对对，欢迎来福冈吃草莓。门司港这边也有一个叫做海峡 Plaza， 就类似一个小型的 shopping mall， 然后很多卖店。我觉得这边整个感觉就是蛮慵懒、蛮悠闲自在的，跟北海道的风情完全不一样啊。来，阿金姐说要介绍后面这边门司港最好的饭店。对，门司普乐美雅饭店。的建筑物呢的意境是鲨鱼，所以呢，各位请看建筑物的最右上角一个圆圆的窗户，它就是鲨鱼的眼睛，而且它是一个挑高两层楼的房间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住住看哦。据说是意大利设计师哦 ，Sit down please。
设计师真的是意大利设计师哦、喔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哦，意大利设计师，西丹普利斯设计的。对对对，这个梗刚刚才学到的。的名字叫基某，就是门斯倒过来，摩吉基某，啊，其实它是海里面的一个怪物啦，但是我觉得它蛮可爱的啦。OK OK， 基某你好，跟阿金姐一样可爱哦。对，跟阿金姐一样可爱。然后在我镜头前面这个是门斯港三景俱乐部。据说这个爱因斯坦的夫妇有来住过，那目前整修当中是没办法进去了。然后这个早期的门斯港啊，比如说有一些大陆啦、欧洲啦，甚至台湾的香蕉哈、输入到这边来。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巴拿拉的发祥之地。对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门斯港车站。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走，走。这里是那个北洲最北端的车站哦，就是终点站的 JR 的终点站，对对对，最靠北的就对了。对。这个车站有保留大圣时期的风味哦，这个车站好漂亮哦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家星巴克，那也融合了大圣时期的这个建筑风格。售票亭，哦，这以前的售票亭，都木头的。以前的售票口，哦，那是大理石吗？对，大理石。对，以前大理石的。我要去博多一张大人，嗯。这个车站好胖哦，好有观光价值哦。然后这个保留下来，哎，没有把它拆掉。这是以前的那个售那个通过的那个检票口，嗯，然后这里呢，每个礼拜呀，啊，那个九州最厉害的观光列车七星号会来这边停靠。哦，这边哦，那很贵那种就对了。对对，就是一个人号称300,000的那一种，他每个礼拜会来这里停靠。然后呢，当地的观光科迎接他们的时候，会请他们走这个通道，嗯，现代的通道， okay， 就是让他们感受一下。300,000就可以走这边就对了，30万才能走这了啊，我们一般30块的就走那边，对，30块就走这里了。阿欣姐说，这个月台啊，也是一个网美的拍照景点哦。那这个保留之前早期车站的样子，然后这个车站啊有景深，所以很多日本的杂志都会来这边拍杂志的一些照片。来，各位贵宾，阿欣姐带你们去参观贵宾室，体验一下早期偷雅啦。等车的时候哦，等车的贵宾室。对呀，啊，来，免费参观的。这个位置是以前每个国家的时候啊，比如说展店的时候，它会融入当地的一些文化或建筑，而不会去破坏它。我觉得这是它成功的原因。就像我在这家店里面啊，整个保留整个大正时代的建筑，我也相信大家喜欢这一点啊，才会在这里面多喝一杯咖啡啊。脚踏的地方，这个是一个铁轨哦，早期的秘鲁，然后有一些。字啊，很斑驳了。
在车站的后面呢，有保留当时的洗手台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。介绍一下厕所。哦，这你们太早期的那种，像闽石子的地板有没有？还有以前那种石材的台子，还有这个传统的那种特殊的。它真的可以洗吗？有水吗？有水、哦、有水的，有水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对，还是可以用，目前还是可以用，大家可以来洗手，来看一下以前的氛围。然后这边有当时的照片，还有保留住早期的厕所，对，他们就是保留了这一块，还留下来。我觉得日本就于这种旧有建筑的维护啊，修旧如旧，但是他又把当时的一些部分保留下来让大家参观，我觉得这个精神还不错。嗯，没错。主要就是在于那个海峡广场整个周边，好，欢迎大家花个两三个小时来这边走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对，然后我们刚是从展望台走过来，我们等一下会过桥回去，再回去展望台。我们只玩了一小区而已啦。对，我们只玩了一小区，大家可以再往外延伸，那有很多地方哦。如果有自驾的朋友，我推荐到九州北端的神社，叫做 Megali 进甲。这边风景非常的好，它在关门桥下海边的神社，很推荐。阿金姐，我们不是有开车吗？啊，我们就在去啊，对不、啊、对？好，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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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再冲阿伟了。啊，对哈、哦，对哈、哦，我们要开车，我们去那边拍夕阳。好，看夕阳。关门大桥是九州的最北端，跨越本州的最南端的山口下关的一个连接的跨海大桥。那它的特色是它的正下方海底呢有一个人可以走的海底隧道。啊，人可以走的海底隧道？对，只有人跟脚踏车可以走。啊，要付钱吗？登记。哦，好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，走。开在北九州的街道上面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那个最北端的神社。九州最北啊。九州最北，海边神社。哦，鸟居哦。对。叫做什么神社？何不？那个字我不知道，他要不会念一下何不什么？梅咖喱进甲，我讲的是挂包的瓜。哎、欸，等下挂包的瓜。等下挂包的瓜。瓜，何必瓜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大家都不会念。这边要停一下，这就是我们长丰号的轨道，然后进那个轨道，进那个小隧道这样子。有机会要搭了，我没有搭过，就是汉岩。漂亮啊，好近哦。我们现在关门桥的正下方哦，那中间都没有桥梁哦，它是类似一个悬吊式的桥梁。哇，然后这边有在这个修补当中，补墙啊。然后这边就是九州最北的神社。这是一个靠海的神社，很特别。然后它距离海边非常近哦，大家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哇、哦，这个风景非常的美，你可以摸到整个海水。这里是九州最
最北端的海边神社叫做 Megali 金甲。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个，它有一个特一年一度特殊的一个祭典，就是每年农历的除夕晚上半夜两点，三个穿着古时候的那个神事的人会在海里面，就站在那个海水边，好，一个拿火把，一个拿那个铲子，一个拿一个桶子，这是一直以来的一个神事。因为其实这个神事的名字就是那个瓜昆布啊，哦，瓜昆布，美咖喱就是瓜昆布的意思。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在除夕的半夜两点在那边瓜昆布起来供奉。到目前为止还是维持到这个习惯。那因为每年除夕我都回台湾啊，所以我就从来没看过。这里的夕阳真的好美哦！我相信镜头前的观众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啊。阿金姐就是叫我啊，多多推销这个地方啊，叫做北九州。这里是门司港。门司区关门大桥下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走这个关门人行海底隧道。那这应该是日本唯一一条人可以走的海底隧道。那我们现在过去看看啦，走 ，Go Go。可爱的电梯入口是我们门司港的特色香蕉。坐电梯啊。哇，好特别哦、喔！小型的机车也可以过去，但是要用牵的，牵的，就用这样牵的。对，然后20块是自由行，不能带狗哎、欸。对，不能带狗，因为我们在地底下，然后自由行证20块，自己投钱。OK OK。对，我们人诚实隧道，我们人不用钱的，人不用钱。对对对，大家看一下这一条人行的海底隧道，全长700多公尺，还蛮多人在走的、欸。现在不用走的过去本州了。对，我们要走去本州，我们要离开九州了。对，用走的哦，不用搭船，不用坐飞机，也不用游泳，就可以到对岸，多方便啊！而且还不用钱。然后你看到没有？真的有人骑摩托车用牵的。九州跟本州的交界就在这一条线哦，然后我现在又在九州了哦，我现在又在本州了哦，来九州本州九州本州啊，你到底要在哪里呀、啊？打我啊，笨蛋！九州代表阿金姐在九州，然后我在本州。很感谢阿金姐这次带我来北九州啊，真的，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蛮无聊。但是我玩完一天呢，觉得这地方非常的有趣哦。谢谢阿金姐，客气不客气。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跟镜头前的观众讲呢？希望大家有机会搭乘星越航空来北九州，然后好好的来玩一下我们北九州。对哦，北九州的星越航空是有直航的，从桃园飞到北九州，航程是多久？2个小时，2个小时就到了，真的很近，非常快哦。好了，这边体验一下横跨本州跟九州的感觉哦，来哦，打我啊，观众，拜拜，拜拜。周星驰的梗，周星驰的梗，嗯 ，sit down。Please， 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我觉得北九的阿金好可爱哦、喔，现学现卖。